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很高兴啊，威龙区长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够上台来分享一个见证。我很感激神这一年多以来在我家中赐下极大的恩典跟祝福，使我们原来面临破碎的婚姻呢，得到了180度的大翻转。我们现在的感情非常的甜蜜，同心同行，并且有共同的兴趣、共同的目标和梦想。在未信主以前，我们的婚姻除了争吵还是争吵，没有其他的嗜好，就是爱生气、爱杂念。老公，你可以帮忙一点吗？可以帮我做家事吗？家里不是才刚打扫完，怎么又变脏了？不要一直牵牌，一直乱花钱。你可以早一点睡吗？不要一直上网，不要一直看电视、玩电脑。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吗？我老婆就是在这边来碎碎念，念到我的心哦，实在非常的烦。为什么他有洁癖呢？我们家里够干净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全家都蒙受他这么大的苛求，然后你就不能宽容大量一点吗？这么爱计较，我们的家庭啊，怎么会快乐呢？我的生活简直像《冰原历险记》。唉，我的新工作非常的不顺利，跟我配合的同事又不肯帮助我，他想办法扯我后腿。他想让我自动离职，回到家我好想好好的休息，可是我的家却是我第二个战场。我每天有做不完的家事，扫不完的地，我还要接女儿下课。红星下了班，他只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，玩模型车、看电视、上网，家里的事情好像都跟他没有关系。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我开始有忧郁症的倾向，而且还出现自残，我甚至想要结束我的生命。当我跟红心说：“啊，忧郁症，好可怜啊，心理作用嘛，你想太多了，庸人自扰嘛。”圣经有一句话说：“跟刀炼的妻子同住，不如去外面打仗。”每天工作很认真，回来也很累，回到家中然后看着我的脸色，然后连吃一顿饭啊都不能好好安心的享受，所以每天啊就抱怨争吵不断。我不想去面对家里这些琐碎的问题，那我就开始逃避，下班啊就躲在公司里面啊上网啊滑手机啊，那老婆的电话啊当作没听见，不想接，就逃避躲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，我什么都不想管，不想听，我都不想说。我感谢素心姐，她看到我的异常，她带我到教会，请婉玲牧师为我做祝福的祷告。我当时感受到神他很爱我，他要帮助我脱离痛苦的深渊。很奇妙，第二天我就自动离职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接着我开始就委身教会，我参加主日，我参加小组的聚会。我谢谢今年区长和众姐妹们他们的安慰以及鼓励。我参加了亿万生命的更新营会、亲密之旅的课程，还有一连串的装备的课程。当时我的心真的变得好喜乐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平安。我亲自写了3张的卡片给我的公公、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女儿，我请求他们原谅我以前的行为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改变我自己，我希望让我的家可以变得更和睦、更幸福。我看到瑞琴的改变，他怎么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喜乐，他脾气啊变得很温柔了，那不再对我这样碎碎念，他还写卡片跟我说对不起、感谢的话。在之前啊，我们在外面其他信仰很多年，我都从来没看到他有怎么样的喜乐，所以我就开始好奇，这荆棘教会是必相吧，为什么会让他变得这样的不一样？那我就温馨接送，我就送他到教会。那他叫就来教会之后呢，他从一头母狮子哦变成一头温驯的绵羊，我这我一定要去看看。那我来到教会之后，看到弟兄在这教会里面怎么每个人都这么的喜乐，那互相那样的关心、安慰、造就、劝勉，还有为我
们家人做祝福的祷告，那我开始就蛮喜欢这个教会，从此我就认定它是第二个家，是充满爱的地方。接着我就接受教，来到教会接受经济一连串的跑垒包培育的课程，经过一年这样多以来，我的生命得到了更新，蒙蔽的内心也完全敞开，变得非常的喜乐。我感谢神这一年多在我们家所动的善功是何等的恩典，它使我们全家人都充满平安及喜乐，它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它使我心中充满着爱，使我更爱我的家人，我也懂得去关心去帮助别人，它使我充满信心，在面对前面一切的挑战，我相信主他必带领我征战得胜，神也垂听我的祷告，他赐福我家中财务丰收，他使我的身体疾病得到最好的医治，使我身体恢复健康，他使我心灵得到满足，他使我的人生充满着美好的盼望，他使我跟先生的感情变得非常的甜蜜，而且现在的红星他非常的会洗碗，也很会洗衣服，也很会晒衣服，很多的家事他都会主动，而且很开心的帮忙。其实真的人是可以被改变的，神也使我跟女儿的感情越来越好，我们真的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心事，没有距离。神也使我的公公愿意原谅我，并且重新的接纳我。我公公今天有来哦，对啊，谢谢我公公，谢谢，我们都很爱他，是不是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们真的很感谢神，爱我们的神，他所赐福给我们的是源源不断，让我们全家人充满惊喜，也惊叹神奇妙的作为。感谢神，这一年多以来，大大的翻转我的人生，我的家庭，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在这里，我要向神宣告以下七项祝福，送给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请大家，我要郑重的宣告，在人身上向亚伯拉罕蒙神呼召并成为祝福。在婚姻上要像以撒一样，因顺服而美满并敬虔。在事业上要像雅各一样，处处蒙福常谢恩。在工作上要像亚瑟一样，有神同在，凡事尽都顺利。在家庭上要像挪亚一样，全家蒙恩敬畏神。在生活上要像以诺一样，与神同在，充满恩典。在侍奉上要像大卫一样，合神心意，勇往直前，不退后。今天在神面前，我们夫妇要再一次宣读结婚的誓约，这是在去年夫妻恩爱营，我们在神面前又重新结婚了一次。请给我一个爱的鼓励。我杨红心，请你彭瑞琴做我的妻子，我生命中的伴侣和唯一的爱人。我彭瑞琴，请你杨红心做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。无论是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我将永远爱着你，珍惜你，对你忠实，和你一起欢笑，一起哭泣，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握住一样。我会将你的生命交给你，所以请帮助我，我的主，真诚恳求上帝，请不要离开你，或是让我跟随在你身后。因为你到哪里，我就会去到哪里。因为你的停留，所以我停留。你爱的人将成为我爱的人，你的主也会成为我的主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立约人丈夫杨红心，妻子彭瑞琴。谢谢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谢谢大家。感恩节的那个节目快到压轴了，所以大家再稍等个三分钟，我们等下准备要有吃感恩节大餐了。那我们刚刚听的那个红星大哥跟瑞琴他们这么甜蜜的婚姻，从那个
冰原历险记，那到现在呢是如胶似漆哈，我们都非常的感动。那他们来教会才多久你们知道吗？才一年多，哎，才一年多，他们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，那我们真的是再给我们的上帝一个很大的掌声。好，好，那。